家不用担心，我今天会就是旗帜如新的。我好久没有当来宾的感觉了，可不可以？太多你放手，我稍待。你们有没有想问的问题？来，有没有喜欢哪一个？因为这次我们做了就是很多不同的主题，赶快。够啦，刚刚慢慢讲啊。我上个月发新歌，很好听，很 rock， 西洋摇滚，爽的。耶！你给我压力，压力来了，肾上腺素砰，然后我就马上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现在要直接唱一首新歌，叫做《娱乐关键字》。我觉得安娜就反应得很好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想做主持人？让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捞，就是有点像大波草这样子。OK， 风生水起。恭喜你吧！为什么这样不去？你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啊！我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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